各位观众 ，Kola 演唱会2022正式开始。如果平衡时空存在的话，那 Kola 就会在2022年的3月举行了他们的第一场演唱会。可惜我们身处的现实世界疫情严峻，因应疫情严峻，政府宣布收紧多项嘅防疫措施，限聚令就收紧到两个人。大型活动包括香港单车节要取消。Kola 演唱会被迫延期，但无论要等几耐都好 ，Kola 嘅呢一场演唱会一定会举行，因为 Kola 唔止八个人，而系有我哋成班幕后嘅团队好用心咁样付出，仲有 fans 嘅支持。大家一起为这一对香港女团而努力，我们一定会给大家看到 Kola 的成长，希望大家和我们一起见证。2022年的1月12号是大家很期待的日子，因为今天是中牧女团 Kola 正式宣布成军的日子。好紧张啊！未来就是我们这八个人一起走这条路，无论好定是坏。我觉得自己很幸运，我所发生的事我都在想，其实是不是一场梦。人的际遇就是这么不可思议，短短半年他们由素人变成镁光灯下的偶像，到底是梦境定是现实呢？答案或者一早已经注定在这个节目里面，一个令八个平衡世界相遇的地方。我看不起朋友入柜的人，我也看不起，无论多辛苦都捱埋去，争气一点。今时今日要为自己争一口气谈何容易啊！这八位参赛者在节目入面饱经风霜，为的就是踏上梦想的旅途。而这个梦的起点竟然是一碗酸辣粉。我是经理人阿 wing。其实他就好像以前的我一样，但他就是一个斯文版，专业版。他两个似不似就见仁见智了。而花姐就被阿 wing 对艺人管理的热诚和理念吸引，所以才可以造星四选女团。不过阿 wing 啊，做经理人关酸辣粉咩事啊？其实我就收到花姐电话先嘅，不如你帮手搞女团啦。咁我一开头其实好犹豫嘅，咁直到一日咧，咁我 studio 咁花姐就上咗嚟啦。我记得我食紧一碗酸辣粉嘅时候，佢就不停就话：女团真系有得谂喎，你谂下。即系食紧嗰碗面就不停再讲，个市场好需要嘅，冇女仔啊，未来呢个远景啦非常好，冇得输嘅女团一定红嘅。即系食紧嗰碗面就不停俾人咁样游说嘅底下，我就话：好啦好啦，我做啦好做。就是这样，阿 wing 食完这碗酸辣粉就决定出任未来女团经理人一职。而他的首要任务就是参与全民造星四的拍摄，付出真心陪伴着这班女团候选人，再在总决赛的舞台上见证着他们的成长。就是女团诞生的第一关，我想他们现在就非常之紧张，准备紧他们一阵的 show 了。是造星的最后一个表演，可以做到最好，无悔，即是无论结果我都觉得是值得的。我不敢说是人生最好的一次表演，但是一定会是最难忘的一次。
備就要嚟了啦。點講啦？即係一路摟人嘅時候咧，我都已經係覺得我要帶埋大家嘅嗰一個信念同埋佢哋嘅努力喺個台度話俾大家聽，我哋 B 組嘅信念。我就喺度諗，我想做一個自己最開心、最中意、最舒服嘅舞台就可以啦。即係起碼我有咩結果都好，我唔會有任何覺得可惜咯。我真的很開心跟我的朋友一起上台跳舞，一起經歷埋呢一個 show， 跟住我覺得是 the best show to end this year 咯。Good show。好啦，最緊要的時候嚟到啦，是公布結果的時候啦。全民撞聲四日冠軍是 Marv， 佢得到40分，恭喜曬！至於第二名的是阿狗，第三名的是阿 Day， 恭喜曬三位！呢三位將為我哋嚟緊女團的成員之一。我16岁嗰阵时，同自己讲咗一样嘢，就系俾3年时间自己。咁如果做唔到，咁就老老实实做翻个平凡人，唔好发明星梦。因为其实我真系经济唔系好好啦，屋企我知道妈咪好辛苦，所以我就一路翻2份工，即系朝早翻完工之后就去跳舞啦，跟住之后夜晚再翻第2份工咁样，觉得好难挨。但系冇谂过自己会真系会入到女团，就觉得。真的不要放棄夢想，因為真的會成真的，所以我是覺得很感動。哇，不要哭，搞笑，沒見過你這樣說話，因為我覺得是太夜了。你想哭嗎？我是勁情緒化，嗰時又攰啦，居然唔知自己講緊乜，係開心嘅，真係做到自己想做嘅一樣嘢咯。其實我嗰陣時個感覺係好緊張，好多嘢都，我係緊同自己講冷靜，但係越叫自己冷靜，我就好想喊咯。係臨出場，係啊，臨入去嗰刻啊。但你嗰日喊完係好咗嘅？冇啊，冇啊，所以咧抑壓太耐真係冇事。恭喜曬三位啊！跟住落嚟，我哋一齊睇翻你哋最初喺面試嗰陣，為未來自己錄製嘅時間囊啊！如果真係有機會出到道啊，我會想成為一個。唱跳歌手，形象鮮明，人哋一睇就會記得我，同埋佢哋會中意我諗嘅每一個服裝，中意我諗嘅每一個 idea。將來嘅自己講，你會講翻咩説話？都行到呢度啦，咁都其實已經係意料之外嘅嘢，所以我覺得你可以放心去做，唔使太緊張，真係，因為無論係結果係點，你至少試過，同埋一定會有人喺後面頂住你，加油！要贴住我啊！搞笑，就系你哋要嘅效果啦。添，其实我出咗道之后，我其中一个最担心自己的心理状况就系我对初心呢样嘢太着紧咯。我系惊自己失去呢样嘢，惊到我 panic 咯会。好开心啊！我初心仲喺度啊，真系。嚟嚟嚟！我唔使你拎住啦，下个到你，下个到我，好啊。其實我對自己嚟講咧，係一個都幾冇自信嘅人嚟，即係我唔想諗太多話做唔做到明星，或者我會唔會點樣好勁咁樣，因為我驚我自己會好失望。係啊，會去學唱歌，想自己有啲突破。即係我自己做嘢，我都唔會係抱好多期望嘅。因為我覺得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反而你係好純粹地去做嘅時候，我先發揮到我最好嘅一面。俾多少時間啦，一年之後啦，你可以自己一個企喺個台度唔喐咁唱一首歌，好聽嘅。時間咯，咁希望你唔好放棄咯，因為我知道你得嘅。如果入到比賽，就算。可能有失敗啊，有唔開心啊，但係都要繼續堅持住咯，要為香港都有女團夢嘅女仔爭翻口氣，一定要俾人睇到香港嘅女仔都可以做到一對好勁嘅女團。
真係咯，我相信香港嘅女仔係得嘅，我相信香港嘅女仔啦，或者中意唱歌跳舞嘅女仔啦，係比觀眾 expect 嘅更加多咯。嗯。決賽落幕，參賽者就可以鬆一口氣了，但是經理人的工作而家先開始。我嚟緊就會搞掂其他成員名單。造星的三甲就直入女團了，而其餘的成員就會在其他參賽者之中逐一挑選。無論之後是咪女團都好，我覺得大家都係冇距離的，之後都可以。我哋已經經歷了勁多嘢，打麻係好感動，有少少想喊，補充冇喊到啫。即大家見到大家已經係一個習慣。啊，係。好奇妙喎呢個男，好多謝你。即係我都係透過呢個比賽先至發現，原來我中意做音樂。咁所以我覺得你哋應該都會揾到自己想做嘅一個。加油！唔害怕，唔害怕。其實個女團好想成班女仔呈現到俾觀眾睇到嘅嘢，就係佢哋好唔怕，好無懼地向前衝，嘗試更加多嘅可能性。希望香港嘅女團可以衝出香港咯，多元化啲嘅女性形象，又靚又有實力嘅，推動廣東話嘅文化啦，屬於香港嘅音樂咯，屬於香港人嘅女團咯。大家對女團咁大期望，所以一眾高層對女團嘅組成都深思熟慮，就連成員嘅人數都有爭論過噶。其實咧，我哋有冇第八人咧？我哋都要辯論去得出呢個結果，因為當初其實只係想係七個人咯。我哋開咗六個鐘啦，都係未有定案嘅。每一個人都分歧得好緊要。正因為女團背負住觀眾期望。組團的每個決定都經過仔細的討論，還有些火藥味添。而家我哋砌到是七個人，本來我係諗住八個人，走前緊。有一段時間就係即係唔僵持的人出曬去，得翻我同一個僵持的人喺度，就繼續去戰鬥啦。喺呢個階段，既然大家有得傾的情況底下，我一定係揮霍我最完美的心目中的名單。好，點啊？好，有定案啦！終於都決定咗個名單啦，我而家打俾佢哋。Hi， 你而家覺得我打呢個電話俾你係做咩啊？唔知啊，我冇化妝啊，做乜鬼啊？我而家好想正式邀請你加入我哋嘅女團。好耶！耶！媽，我我知道入嗰一刻，其實我係未敢相信啊。反而我想分享，我媽咪喺背後咧個反應仲好笑。第四個是 Candy， 我們是一致認同的。 Candy 決賽的確很亮眼，我們是見到一個明星在台上，我覺得那一晚他加了很多分，無論在評判眼中、我們眼中、觀眾眼中都是。 Hello Winker， 你現在在哪裡？我現在在元朗，等他朋友打邊爐，聖誕 party。 好了，那我直接告訴你，想邀請你加入我們的女團。是不是真的？你這個反應打邊爐行不行？有一些九龍灣都不行。 Yeah， 這樣。不過我回到公司的時候，有一刻在想會不會是那些整蠱人節目。 Winker 大家都沒想過他會入女團，他在我的 list 其實出現的次數不多，甚至乎是沒有。我自己都沒有想過完了一個決賽可以另一個人完完全全擺入去咁多人的 list 度。佢揀咗一首佢好啱佢嘅歌，話俾我哋聽佢嘅唱歌可以達到一個咩嘅水平，話俾我哋聽佢可以走得更加遠。好啦，我而家就係嚟通知你，邀請你加入我哋嘅女團啦。耶！真呀！哦。蘇晴就調翻轉，其實佢係由一開頭 day one 都已經擺咗喺我哋個 list 度。蘇晴嘅特質咧，我覺得係型格同埋甜美可以交融嘅人，而呢種唔係好多人都做到咯。哇！就係得你同阿 day， 然後其他人嘅。因為嗰日我係最後一個翻去嘅，之後一入到房咧，佢哋全部已經笠住曬個頭噶啦，所以我係完全唔知邊個會喺度嘅。Candy， 歡下。好緊張，好緊張。呢個唔會係 win win 咯，細個頭嘅，唔係，唔會係心靈嘅，心靈早厚。啊！
好不可思議啊！真係啊，真係你得咗啦咁樣嗰種爭氣嘅感覺啦，覺得好難估。係啊，佢次次都話唔會有自己啊！嗱，嗰陣時係有啲愕然咯，因為我完全唔覺得會黐我嘅，即係我自己都覺得死啦！呢個年紀應該唔係好 work 嘅。心靈是尾二不算是很多反對的，因為我們很清楚自己的定位，其實我們是一班新世代的女生，你要做新事，其實你第一樣要對抗的東西就是框架，而年齡只不過是一個框架，她是第四名，無論在人氣上或者在才能上都是別人公認，是絕對不關年齡事。你願意跟我們一起嗎？ I do 我應該是第一個收到電話的嘛，我估其實 Ivy 咧係花我哋最多時間去討論的人，我自己都好驚訝，因為就有人會覺得佢唔靚，唱歌跳舞嘅能力未夠，咁點解要佢呢？但我自己一路嘅諗法就係佢人氣好高啦，我不停就喺個會度帶出咯，哇！佢 TG 有12,000人。其實人氣是即係你冇就係冇，你有其實你是要看待。Ivy 其實你問我佢嘅笑容啦，佢真係拍出嚟嘅樣啦，係一個明星嘅靚咯，所以佢先有咁多支持者或者咁多人氣喺度啦。佢應該要喺女團有一席位咯。歡迎你加入，多謝你啊！我哋有不同的年齡層的女性，有不同的風格，有不同的性格，很符合一個香港所出來應該有的一對女團，因為其實香港人就是這麼多不同的面貌。好了，我們完成我們的簽約了，恭喜大家。 Welcome。 完成簽約儀式之後，女團正式成軍，他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改個名字，最後我們決定的名字就是叫 Cola 了。一二三，搞错啊 ！Cola， 我唔知道英文点解，点串噶？系咪 C A L L？ 佢系男女都通用嘅。然之后咧，我同心灵喺度，系咪胎嚟噶？咪玩啦 ，Candy。根据老生嘅解释 ，Cola 系三领咁解，同时系男女都有嘅锁骨位置，代表住女团嘅风格多变，亦系连接住脑同心嘅部分。希望 Cola 嘅作品可以令大家用脑思考，用心去感受，每次表演都能够 hold your breath， 犀利咧！呢个咪啱啱好，有啲料到啊，老生。使乜你讲啊？去开工啦！今天是我哋第一天一齊做嘢嘅第一天，少少型格，我第一次試咯，而且著咁嘅衫我都第一次咯。六個鐘之後就開工啦。好肚餓，好眼瞓啊，好凍啊！我本身諗住簽完約之後係可以有幾日時間幫你唞噶嘛，跟住但係完全冇咯，即係簽完約之後就 keep 住做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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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唔記得咗今日星期幾啊？26號簽約啦，27號就拍雜誌啦。然後就開始排舞啦，練舞、錄音、練舞、錄音四日。做咩啊？你好早啊！你今晚佢根本低，係咯？你得唔得啊 ？OK， 你又好似得。真係成個月都係瞓4-5個鐘，長期 wing wing 地。原來今日可以瞓到5個鐘係 bonus 啊，唔係人做嘅。都攰啊，因為去到而家呢個時間，我哋已經唔知道搶咗幾多日啦。仲要加埋影相啊、拍 MV 咁樣，所以係攰過做星嗰陣時好多。好攰啊！女團是冇得唞的，即係我哋不停令到佢哋有嘢做，去令到佢嘅狀態 hold 到。呢個辛苦是應該，因為佢哋嘅起步點是比其他人低。其實嗰班女仔只不過是經歷咗一個比賽，佢哋都是很不成熟，所以佢哋一定要更加努力咯。Call My Name 咧係辛苦，因為第一隻夾硬逼冇流力，最緊要係佢哋自己有好努力咁去提升自己嘅水平，想進步係最緊要。錄呢幾隻歌嘅時候，每一個女仔都係成首錄曬嘅，然之後我先至揀邊個係邊句。呢個做法咧最花時間嘅，我希望佢哋唔係做好呢隻歌咁簡單。其實我希望幫到佢哋嘅係唱歌 define 到新一代嘅香港女仔、香港女團。
大家工作人員都擺好多心機去做一啲高水準嘅嘢俾香港嘅觀眾去睇咯。衰啲講句，唔瞓覺都幫佢搞掂佢。可能佢會好攰，咁但係希望佢記住，只要佢哋做得好，啲人就會留意多啲啊。在万众期待的成军发布会，一众传媒和观众都平息静气，期待女团命名和队员名单。而八位追梦者在这一日亦正式摆脱素人身份，以 Cola 的形象横空面世。不要呼吁给我将会转身，迎来一次转世，空气翻滚，滴着汗脉砸下每个眼神，是我哋亮丽地叫你快腾。就是为了你，为求从来不知限期，如月球耀眼被你记起，划破星空繁于心扉，灵魂喊叫着再别要躲避。我覺得其實是很感動，全港觀眾就是見證住呢個女團誕生，自己都很 proud of 呢件事。由電視錄影廠到 StarHo 再到維港 ，Cola 誕生是大家共同創造的奇蹟。希望呢個奇蹟可以一直延續落去。我覺得 Cola 是香港女性的前鋒，女性的聲音咯，即係要有自己的態度。咁有觀眾就會再傳觀眾，我哋向同一個目標進發，同埋大家互相相信，八個唔同的個體走埋一齊，都係可以有一個好一體的感覺出到嚟。希望觀眾可以認證我哋，香港都可以出到一隊女團啦。记得 subscribe 呢个 YouTube channel， 更多 Feel TV 嘅足本节目将会定时上架。揿埋个铃铃，一有新片即刻通知你。